们有一些抽筋的问题，就会想到说，哎，是不是晚上踢被子？我真的、啊。哦，会不会是血液循环不好？没有一个人想到是镁的问题。台湾人很喜欢补钙片，可是你补钙补越多，反而镁就越缺乏。因为黑芝麻钙多，白芝麻镁多，加一起的话呢，钙跟镁的比例刚好是2:1，完美比例。我刚刚没有加水哦，也没有加油哦，什么都没有。那么好好吃哦，好吃哦，好香哦，好香，非常好吃。周休二日，跟陈月清一起动手做健康。